我现在要先去家里附近的大创买一个东西，然后我一定要买了这些两个奇异笔，黑色的跟红色的。买这个。要干嘛？喂。回到家了。染了头发，超级黑，可是头顶还是咖啡色的。一点，等一下下班后我要去奥林匹克公园找一棵树。待会见。到奥林匹克公园了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要去这里溜在这，爬一个超巨大的坡啊！天啊！拍了超多照片的 ，OK， 然后回家了，拜拜。